dun dim gum bon ja ho ra ya la ja on za ro lo kan go lo du du ni dun dun ni da nan da ra che ni dun gun ju zun zu je ni ye da ga ra la on za ga do de be dun ma ru ma do du ra ji ro zo gun la ro ji da je ya la du je on dan zon de tru ji dun ni mo ni lo ni ji zo do nu Arıgımın zirdin rümye göçeni cümzöre dönüm Dani da cansa bin razı yöndeli zoca cidava Şirap cidam cini gendi dolumun zirin cakuray alam dada Umara bazanlar 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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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a Umara bazanlar du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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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ara bazan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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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ara numara bazan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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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te soru ne diye cembo zordunu nimeja zone mol cembo navjat pakardan namzan du jerme do dumba diye canla canzalo. Ama şimdi zaten kaşı canlı. Çin daca fa pudi sin. Vele du hua yi çe zong sen. Fa shi cheng fu. 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啊，就听这个课啊，然后就好好的修行啊，成了佛以后就度化无量的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接着讲啊，这个如何面对痛苦和如何面对幸福啊，就讲继续讲这个课。那其中如何面对痛苦的这种修法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基本上都已经讲了，那现在呢，我们就讲这个，如何面对幸福，今天就讲这个课啊，因为啊，我们凡夫。有痛苦的时候也就承受不了，然后这个痛苦就成为这个修心的这个阻碍，然后呢生活也就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啊，这样子然后比较幸福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就因为过去的这个福报得到一些幸福的时候呢，有心里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恼，然后呢幸福同样也就是成为这个修心的障碍，那这样子的话就做这个凡夫人呢修心这个很难痛苦也就变成这个修心的这个障碍幸福也一样的这个变成这个修行的障碍，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修行总是就没有什么进步，很难的，这样子就是需要有一个对治那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是要看这样子的修法，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努力能够修心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样解决呢？解决的方法简单的说，如何面对痛苦的这个课里面已经讲了。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痛苦转化为这个力量然后以这个力量促进我们的这个修心，这种方法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今天讲这个如何面对幸福，这也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遇到这个心腹啊，或者是这个产生这个心腹的一些客观的这个因素啊，比如说啊，我们世间人认为有钱啊就幸福啊，那就是当我们发财的时候啊，升官的时候啊，有名声的时候啊，等等，这些是这些时候啊，我们还是需要这个调整我们的心态，不调整的话呢，这些都成为这个修行的障碍，他们怎么样变成这个修行的障碍呢？发财有钱啊，然后就是升官啊，这样子以后呢，自己心里就是很傲慢，很傲慢啊，然后就瞧不起穷人啊，就是社会底层的人，欺负，歧视啊。小看啊，就是低层的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命啊，然后就因为自己很了不起，经常都是有这个傲慢心啊，然后有了这个傲慢心以后呢，本身啊有了傲慢心的话，这傲慢心的这个最大的啊是这个这个坏处。啊，它是什么呢？这个负面的，它的最大的这个负面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不会啊，对任何人啊有恭敬心，他就认为我自己啊就超越一切所有人，身边的所有人都这个不如我啊，我就是啊，在这个人当中啊，是社会的精英啊之类的等等，然后就产生了这个傲慢心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啊，自从有钱发财以后啊，就懒惰，从此以后就是很懒惰啊，不精进的修行，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他认为啊，只要有钱的话啊，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只要有钱的话啊，一切都好了啊，一切都好了，就不需要这个修心，感觉不到啊这个修心的这个重要性啊，感觉不到这个解脱的这个重要性啊，然后就自己这个沉迷在这个物质生活当中啊，然后觉得这个有钱的话啊，一切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样子以后呢没有这个就是积极向上的这种积极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了，不修行啊，懒惰了，就是刚刚讲的啊，懒惰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然后就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修行啊，这样子啊，以前也有一些例子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有一些人就是有钱以后就自己有钱啊，各方面都比较顺利，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劝他念阿弥陀佛修心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我的生活各方面都是非常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认为我的这个生活都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这个生活，我这个环境已经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没有必要去追求什么更好的西方极乐世界等等说过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很有代表性的这不是一个人的这个问题，这很有代表性的我们凡夫的这个价值观呢是有错误的尤其是就凡夫人当中没有经过这个文思没有经过文思，没有受过这个佛教的教育的这种人虽然是懂很多世间方面的这些知识，有很多知识
怎么样去这个挣钱啊，怎么样去这个生活啊，这方面的知识虽然是丰富，但是这个对这个解脱还有这个人生的这些进一步的这些深层次的这些人生的问题，这些都根本就不了解，根本就不了解，只看这个眼前的这些状况啊，就不会去思考更长远的问题，这种人呢就懒惰所以就是很懒惰，比如说没有发财之前是比较精进的，比较用功的，但是呢发了财以后呢就不修心了，或者是升官或者是出名以后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不需要修心了当没有升官没有出名没有发财之前是比较勇敢的，比较修比较这个精进的，但是呢就是从此以后就发财升官以后就不修行了，就有这种问题，因为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不了解这个物质生活这些身外之物，不了解这个金钱的本质，不了解这个金钱的真正的这个它的这个能力，不了解，所以呢就导致一些这样子的问题就这个是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傲慢心，这是在修行的道路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这个障碍第二个就是懒惰从此以后就不好好修行不好好闻思，这也就是在修行的道路上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用这个佛法的这种方法去面对心腹不但是面对痛苦的时候需要佛法而且面对心腹的时候也要这个也要这个这个佛法，用佛法去面对痛苦不但是不痛苦，而且痛苦可以这个转化为力量从此以后就是更精进，就修心上有收获然后呢用佛法去面对心腹的话然后呢也就是把这个心腹也可以分享给这个所有人所有的众生对自己也有这个好处这个也就不会变成修行的障碍，所以在这些时候都需要都需要这个这两个都是需要的那我们就是一个中间的人，比如说也不是很痛苦也不是很这个幸福希望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人平平淡淡的过日子，然后好好修行很多人向往这样子的这个生活，但是这个只能是短暂的时间当中才会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时候但是呢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人就是有生老病死，有八个基本的这个痛苦这八个基本的痛苦都是非常痛苦的，作为一个凡夫作为一个凡夫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修法的话那也很难的很多人的这个人生就是大起大落那这些时候没有佛法的话都不行所以我们还是面对心腹的时候也需要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修法曾经这个很多高僧大德真正的修行人他们的著作里面也经常讲过痛苦人还是能这个承受的痛苦还是可以承受，但是幸福这个
很多人都是这个承受不了这个福报，那啊，承受不了这个福报，这什么意思呢？同哭人再哭啊，也就是希望，就是还是人还是会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所以再大的痛苦，多数人还是会承受下来的，还是就是心里抱有一丝希望，希望这个痛苦过了以后呢，会有一个更好的日子，所以还是能够承受下来，但是幸福呢，不是这样的，幸福啊，凡夫人，凡夫俗子就是有钱啊，有权啊，有名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承受不了的，萨迦班智达的格言里面也说了，承受不了，怎么样承受不了呢？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人就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是跟以前一样平平淡淡的这个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还是跟以前一样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然后去闻思修行啊，这种很少啊。这个时候呢，人就是就有很大的这个变化啊。以前不傲慢的然后现在就是变成很傲慢的。以前跟这个身边的人相处得很好的这个时候就去这个小看然后欺负身边的这些人然后呢就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就是幸福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就过这个非常奢侈的这个生活这样子就是奢自己的这个福报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佛法有佛法的话，在这个人生当中再怎么样这个大起大落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们的心态一直都能够可以这个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叫比较平稳的这种心态没有这样子的佛法没有这个佛法的教育，尤其是这个佛法的修行没有这样子的话，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有不痛苦，有这个这个不幸福，就是过一个这样子的平淡的生活，这个很多人是不可能的我们有可能一辈子不出名不发财然后呢也不升官，这个有可能但是没有可能我们一辈子不生病不衰老不死亡这个没有可能了，这个不可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没有佛法的话是非常的这个痛苦的不但是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痛苦，而且遇到这个幸福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很多有钱人一样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大家都很羡慕这个有钱人的生活但是呢从他们自己的内心来讲看这个物质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这个幸福心里边就是总是很浮躁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安静没有这种安静没有这种安静，心里面的这种清净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个佛教的书都在讲佛陀和其他的这些成就者都在讲人的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于这个外面的这个物质生活不是来自于这个人的真正的这个幸福是从这个自己的内心当中的安静从这个安静从这个当中产生真正的这个幸福和这个快乐内心的这种自由宽容包容还有这个安宁这个当中会产生真正的幸福有钱但是没有这个内心的自由没有内心的这个安静平静没有的话那就是心里就是很总是很浮躁很烦躁
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饭灶啊，覆盖了这个人的这种这个心腹干啊，外面的物质这个生活再丰富，也就感觉不到啊，感觉不到这个心腹。嗯，这个有钱人啊，都是这样子，除非是啊，在有钱的基础上也有很好的修心啊，那是另外，嗯，那是另外一回事。一般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的错误的观念，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嗯，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是先天的啊，也有后天的，嗯，先天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凡夫认为啊，这个物质生活给我们带来幸福，嗯，幸福来自于这个物质生活啊，这是我们的先天啊。后天的是什么呢？后天的就是从启蒙运动以后的一些西方的这个思想啊，然后就是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就鼓励大家啊往外去追求幸福，幸福就是来自于物质世界啊，从内心当中去寻往这个往内心当中去寻找幸福，实际上就是。没有幸福的地方去寻找幸福，这种方法永远得不到幸福啊！就是由这样子的思想啊产生了以后呢，很多人啊就往外面去寻找这个幸福啊，最终啊都失败了。真正从这个物质生活当中能够得到就得到了这个幸福的人。是几乎就可以说是没有啊，这样子这是错了，先天的错误，后天的错误啊。那佛告诉我们啊，佛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凡夫啊，尤其是这个三界当中的余界的这个众生，根本没有这个物质生活啊，那幸福当然谈不上了，幸福快乐都谈不上，但是呢，有一定的就是这个物质生活的这个条件啊，就是具备了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条件以后呢，然后真正的这个啊，这个幸福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啊当中，内心的自由，这些都是这个真正给人带来幸福的因素啊，所以我们要追求自由。追求这个宽容啊，自由是什么？自由啊，自由并不是说我们真知上讲的这个自由啊，佛教的自由就不是这样。佛教的自由就是当我们的心力，自己的心力有嗔恨心啊，就不自由啊。当我们的心力有这个自私心，我们就不自由啊。当我们的心力有贪欲心。就不自由啊！要得到这个啊终极的这个啊，或者是这个永恒的这个自由的话，就是要在内心当中把贪嗔痴啊慢啊这些都要这个消除啊，这个时候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啊。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啊，无论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暂时的幸福也好啊，或者是超越了这个轮回以后的永久的这个幸福，这个心自由也好啊，幸福也好，这两种幸福都来自于自由，来自于自由，那自由就是来自于什么呢？自由不是来自于外界的这个世界，就是来自于自心，来自于这个内心当中，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心里去追求啊自由，追求这个自由啊，追求啊平静安静啊，这样子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呢啊，不需要去对峙，不需要去对峙，这种幸福不会让我们走啊这个极端的路，那我们要对峙的是什么样的幸福呢？就是这个表面上的虚荣，就是这个表面上的幸福啊，
实际上是一个很浮躁的一个虚荣心，就是物质生活或者是身外的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幸福啊，这个要对治，这个不对治的话就是变成修行的这个障碍啊，所以要对治这个啊，这是啊我们首先讲在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对治的这个幸福啊或者是快乐是什么，就是这个啊。那这个轮回当中，我们有些时候说轮回是充满痛苦的啊，那有些时候又说轮回当中也有幸福，所以我们要去对峙啊。那难道这两个不是矛盾吗？啊，这不是矛盾。第一个为什么不是矛盾？我们要肯定啊，这个轮回当中有幸福有快乐。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六道的这个三道啊。人天非天，这三个呢是这个心善的这个善报，是善报，我们过去的这个心善积德的这个果报啊。那善报应该是这个幸福，善报应该是快乐啊，善报不应该是痛苦了啊，善报就不应该是这个痛苦啊。所以我们首先要肯定这个轮回当中存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幸福，但是然后我们要肯定啊，这个幸福是短暂的啊，这个幸福是相对的啊，这个幸福当中呢含有很多很多的不幸福的，这样子，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轮回痛苦啊，轮回痛苦，痛苦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啊，佛并不是说啊，整个轮回当中的所有的感受都是苦啊，如果这样子这种说法就说不过去了，不是所有的是苦啊，有苦有变苦啊，有辛苦，就这三种苦啊，就。充满了轮回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首先要肯定这个轮回当中有一个相对的这个幸福啊。那这个幸福啊，那我们这个之前讲的呢，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种幸福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啊，具体的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幸福啊，怎么样去面对啊。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发财了发财了拥有很大一笔这个财产，升官了然后非常的出名，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是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升起这个傲慢心，但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一天但是呀，就是相对的这个发财了就是在这个一小部分的人群当中这个出名了然后呢就是就在一个范围当中就有限的范围当中升官，这个有可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这个要去这个用佛法的这种方法去面对，那具体的面对的方法是什么？这个还是要大作，要大作。我们所有的这些前面讲的这些修法，都是要用闭关的形式，闭关的方式去修这个闭关并不是说闭关两年、三年或者几个月，每天修一到两个小时也是闭关闭关一个小时，闭关两个小时，这个闭关修行，修行的时候具体的我们想什么呢？就是首先这个思维无常，无常的修法，具体的修法呢大圆满的前心，蒲先生是言教当中讲的这个人生这个人生无常，就这个无常是一样的，这个无常是一样的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啊，比如说我有一天发财的话啊，我现在啊虽然是发财了，嗯啊，但是呢啊，这个财产啊有可能啊随时都有可能这个失去，嗯，有可能失去，所以我不能这么啊执着这些这个钱财啊，然后真正是一个菩萨的话是什么样子呢？啊，这个。吉天菩萨的这个集学论当中，嗯，引用了大量的佛经啊，讲了啊，简单的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菩萨的国王啊，有菩提心的国王啊，或者是有菩提心的一个企业家啊，就是有菩提心的一个商人啊，很有钱的，嗯，那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啊去对待这个钱财呢？嗯，他要想到啊，我现在这个钱啊，我只是啊管理啊保管啊或者是分配这个钱，嗯，这个钱啊并不是我所拥有啊，那这是我只有啊这个分配啊，然后就是这个啊保管啊。有这样子的这个管理啊，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才是我的，嗯，那我最终要分配给谁啊？就是要分配给一切众生，嗯，分配给谁？我这个钱，这笔钱啊，拿去要做啊，有对众生啊有利益的事情，嗯，啊，佛经里面呢啊是这样要求，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修无常，用无常的这个修法来啊克制啊自己的这个傲慢心啊，我没有什么可以傲慢的啊，我就是这一次过去的一个啊福报啊，一个小小的这个福报，嗯，我这次就是啊拥有了一点啊这个钱财，嗯，但是呢我不能认为这个有很了不起。啊，这个随时我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啊，这个钱，这个财产啊，有可能是明年，有可能是下一个月啊，有可能是明天啊，都有可能失去了啊，有可能我明天一分钱都没有，嗯，啊，这个怎么讲呢？一个企业家啊，死了啊，今天死了，他明天不是到中阴身一分钱都没有了吗？啊。这样子，或者是其他的种种的原因，这个有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啊，这个我不能啊，这个因为有点钱啊，就产生这个傲慢心啊，这个这是一个，嗯，第二个呢，啊，这个都是痛苦的啊，这个因素啊，这所有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钱财啊。如果没有这种菩萨的心态去对待的话，那这都是害人的啊，都对我们啊有这个伤害的啊，最终就是啊不让我们得解脱啊，因为人有钱了以后呢，就是啊沉醉在这个物质生活、这个物质的享受当中啊，然后就是把这个出离心啊。啊，菩提心呢？啊，所有的这些都啊忘掉了啊，这样子以后呢，对我们有很大的伤害啊。这个钱财啊，是对人啊有害的，嗯，等等，就是各方面去思考这些问题以后啊，思考了这些问题，最后啊，把我们的这些傲慢心降低啊，把傲慢心这个降低啊。最后把这个傲慢心啊取消啊压制住啊，不可能断出啊，断出是证悟这个义谛的时候啊，证悟义谛菩萨的境界啊，证悟空性的时候才能够断出它的种子，嗯，在这个之前断不了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傲慢心啊，这样子以后呢啊，就不没有傲慢心啊，然后还要想啊，我这一生当中再有钱啊，再有地位，再有势力也好啊，这就是一个相对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只有啊，这个也许只有啊，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嗯，
当我走的时候这个权利这个实力这个财产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走的时候呢，我走的时候呢，还是把一个梳子从一梳到一百然后有桂林一样我走的时候有桂林了，就刚刚我来的时候完全是一样。多了个什么呢？就多了杀盗淫妄的这个一大堆的这个罪业除了这个以外我这一生当中再有钱再怎么样的话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我不能因为有钱我就不需要修行，因为有权我就不需要学习。我不能这么认为，我还是要积极向善积极向上，也好好学习好好修行，努力学习我现在的这个这么一点点的这个金钱这么一点的地位，也有可能是一个过去的这个这个福报但是呢这个不能证明什么它不能证明什么，它不能代表什么它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小小的福报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能以为我因为我有一点这样子的时间的小福报，所以我就不修行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话我太愚蠢了不能这样，我还是要要精进的这个闻思精进的修心要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把提升自己的这个修心的这个这个心态这方面要这样子打坐的时候要这样子想，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个问题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面对的方法了然后第二个呢，刚刚我们就去思维了这个财产的这个一些过失财产的过失，它又是无常又是有漏又是痛苦的这个因素就这方面去思考了它的这些缺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我比如说我们很有钱也好或者是不算很有钱但是呢这个生活过得还是这个基本的这些条件都是都具备了，生活过得还是比较幸福，相对来说幸福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得要想这个虽然是这个有楼的东西都是痛苦之因但是呢我这一生我就是因为上一世的这个功福这个福报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相对这个幸福的这个生活，这就已经是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不容易呢？佛也讲了佛也讲在这个人间或者是在这个天人的天道当中一方面就过比较舒适的这个生活另一方面就是也有机会这个修心佛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痛苦很痛苦的话我们刚刚前几天讲的那样子它可以是转化为这个力量，但是呢这个还是总是还是没有这个幸福时候的修行好因为我们生病了它可以转化力量，但是呢这个能不能转化力量这个很难然后就这个很贫穷了受到很多人的这个欺负这个时候可以转化为道用，但是呢能不能这个转化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过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幸福的生活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可以学又可以闻思修行这是我千载难逢的我一定要这个珍惜佛也就是这样子佛也讲了佛经里面讲
就是在这个人间呢，就过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幸福的生活，同时可以修行啊，有这个机会又可以这个闻思修行，这样子，这才是真正的福报啊，嗯，这就是真正的福报，嗯，我们平时啊，我们认为这个啊，就有些啊很有钱的这些啊企业家呀啊等等啊。很多世间人啊很羡慕啊包括有些不太懂这个佛理的一些佛教徒也觉得他们啊很有福报，嗯，很有福报，嗯，但是这些不一定是福报了啊，不一定是福报啊，这个为什么不一定是福报，这个钱啊怎么样挣来的，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呢，这个钱怎么样去花到什么上面，那也许这两个挣钱的渠道和花钱这两个消费啊，这两个都是很造业的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根本就谈不上福报啊，这根本谈不上福报。那我们现在虽然是这个生活虽然是过得比较平淡但是同时也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温饱的问题同时可以有这个修行的机会，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啊，这是真正的福报了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幸福啊，人间的幸福就是这些了啊，除了这个以外就不会有再幸福，没有佛法啊，没有温室，没有修行啊，然后在世间做再大的官再大的这个这个富翁都是不行的，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内在的这个世界就是精神上是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空虚，非常的浮躁所以他们感觉不到幸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他们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当中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是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痛苦，是这样子都是虚荣心就是一个虚荣，真正的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幸福了那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也有这个可以过比较舒适的这个生活身体相对也就是健康至少是亚健康然后呢就是幸福生活也就是可以过得还不错至少这个温饱问题上面呢就没有什么同时可以可以这个修行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的幸福人间的幸福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想我这次这样子幸福来之不易我非常不容易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前世在前世的这个福报那我现在呢我还是用这个幸福去换来这个佛法去换来佛法也就是说我用这个幸福去换就去换来佛法然后呢用佛法再去更加的这个幸福我现在的幸福的这个生活跟这个修行这个文思修行这两个呢相互都是这个互助相互之间都是都是这个因缘成为因缘佛法文思修行产生幸福幸福再产生这个文思修行那我这一次同时就有这两个拥有这两个，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是我以前是没有的没有的，在这个轮回当中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很罕见的做世间的高官这个有钱的人，这个不是什么很稀有的不是什么很稀有的，在六道众生当中像这个这个飞天然后就是属于恶鬼道的一些这个
众生啊，他们的这种富裕啊，就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所谓的富裕比起来的话，就是啊，他们的千分之万分之都不到，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个富裕，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但是他们啊，这些天人啊，这些这个飞天啊，还有这些恶鬼道的一些众生，他们缺乏什么呢？啊，他不缺乏这个钱财，但是他缺乏这个佛法的这个文思修行智慧啊，慈悲心，他没有，他们也没有啊，他们也没有同时啊拥有这两个啊。我现在有了，我现在有了，这个就是真，这个就是这就是我的真正的福报，也就是我的这个人间的顶级的高端的享受啊，这就是高端的享受，顶级的巅峰的幸福了啊，人间再没有再没有更好的幸福了。如果其中缺乏，比如说我们没有佛法的话，那就刚才讲的那样，都没有了，那这样子，我现在要珍惜这个啊，我不能因为我现在有点钱啊，因为我现在有点地位、势力、权力啊，所以我把什么是这个文思修行，我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不能这样子啊！我现在，我通过我现在的这个地位也好啊，财产也好啊，去还佛法，还来佛法，然后从佛法再产生这个幸福啊，我一定要这样子这是这样子鼓励自己啊，要鼓励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这个第二啊，这是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啊，由发财，然后这个升官以后呢，会懒惰啊，会懒惰啊，会落后啊，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会变成一个落后分子了啊，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个不是落后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社会的精英，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从此以后就会落后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当落后分子，这个时候就是要我这一点还不算什么但是呢，我这个是福，是幸，是这个福报，是幸福所以我还是要继续努力这样子这是一个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当我们拥有幸福的时候拥有幸福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感觉到这是幸福一定要知道这个当下这个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了，一定要知道世俗的人是什么样子所有人都是追求幸福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当他们获得了这个时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幸福的时候呢，他还感觉不到这是幸福然后呢，他就再去寻找另外一个更高的这个幸福，他认为这个不是幸福，幸福不是这个幸福不是我现在的这个生活，幸福还是有一个更好的幸福然后去追求这样子追求以后呢，这种人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这个幸福，永远得不到没完没了的他得到了这个幸福，他感觉不到。为什么感觉不到？因为他没有满足感没有满足感，这种贪欲心这种贪欲心无限的膨胀无限的膨胀，然后呢，这种人的这个身体和语言就跟着他的这个贪欲心走贪欲心走，这个贪欲心就是支配这个身体行为一举一动这样子以后呢，永远都是追求幸福，但是永远都感觉不到幸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这个天下所有的这个凡夫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有幸福的时候要知道这是幸福要知道这个心这是幸福然后呢要这个少欲知足少欲知足
这四个字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啊，我们曾经这个佛教徒的生活模式这个当中，我们也讲了啊，比如说一个人啊想学佛啊，但是呢啊，他同时想过啊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啊，想穿啊很时髦的这个很时髦的名牌衣服啊，想开名车啊，那可不可以呢？是不是这种人没有办法学佛呢？他不是，也可以学佛，都可以。但是啊，这个不是佛的啊，佛的这个啊，不是佛教里面最理想的生活啊，最理想的生活，或者是佛要求我们的生活，还是这个比较低调的这个生活，比较朴素的生活啊，还是这个少欲知足。这个时候呢，我们啊感觉到我自己啊已经很幸福了啊，然后呢要知道我这个当下的这个生活是幸福的生活啊，然后我不要再去找啊，我把这个幸福啊放弃啊，然后又去找另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子的话我得不到幸福，我现在这个是幸福啊啊，人间的幸福，轮回的幸福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啊，除了这个以外呢，不会有啊这个更好的这个幸福啊，这个时候呢需要有这个满足感，稍欲知足，尽量的就不要去用一些奢侈品啊，不要用奢侈品，生活低调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这个闻思啊，更多的时间去修心啊。如果有这个自己不用的这个用不上的衣服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家里的这东西啊，然后我们要学会啊把它拿去布施啊，再放在我的衣柜里啊，或者放在我家里呢，对我来说这个是没有用的东西，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啊，非常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就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家里啊有没有我不需要用的东西啊，有的话这都是就多余的这些东西呢啊拿去布施啊，送给别人，然后自己平时啊就过得比较比较朴素一点的话，那这是在这个时候呢，人的心就会慢慢会这个平静下来。一定会平静下来，然后在这个平静当中啊，可以感受到自由啊，平静当中可以感受到幸福，平静当中可以感受到快乐啊。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知道这个自由啊快乐都是来自于啊我过去的这个福报啊，这个自由我有啊，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啊？这就是一个因果的问题，就是因果问题啊。那我现在有了，但是说不定我以后就没有啊，所以我还是要努力好好修心啊，我不能沉醉在这个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福报当中啊，我要积极向上啊，这样子修心过一个比较少欲知足的这个生活啊，然后有更多的钱的话，那就是捐出去啊，做更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就是在这个菩提心啊、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基础上做布施的话啊，那这个就是更有意思了，就是在六度当中的啊第一个啊，那这个虽然是钱财的这个布施啊。但是呢，这个钱财的布施上面呢，也可以具备六度啊，六度都有可以在这个上啊，都可以具备。所以我们物质虽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这个出离心的和菩提心基础上去做布施这个福报积累资量就是这个很可以积累很大的这个资量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这样子的去面对心福这是第三。然后第四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修这个自他相还啊，这个曾经也讲过了啊。当我们感觉到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啊，然后就是过舒适的这个生活啊等等，就是感到这个幸福的时候啊，这个佛经里面讲啊，千万不要这个幸福浪费掉了啊，这什么叫做浪费了呢？啊，比如说我们啊，就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很幸福啊，感觉到很幸福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就这个啊，沉醉在这个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嗯，这样子过去的话，这个叫做从解脱的角度来说啊，这叫做浪费这个福报，浪费这个幸福啊。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个叫做享受幸福啊。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这是浪费啊。那怎么样不浪费呢？啊，怎么样不浪费啊？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也要想到这个自他相还啊。当我们遇到幸福的时候，同样也要自他相还啊。每一次我们感觉到今天心情很好的时候啊，或者是事业上有成功啊。然后就是自己很满足的时候啊，等等，反正就是感觉到这个幸福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个自他相还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呼吸啊，把气这个呼出去的时候啊，呼出去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幸福啊，当下的幸福，还有。这个当下幸福的这个因素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善业等善事，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善业福德全部就是变成白色的这个气体然后呼出去就是融入天下所有众生的这个身心身体。然后观想天下所有的众生都得到我送给他们的幸福把我的这个幸福分享给分配给这个天下所有的众生然后观想他们都得到这个幸福，然后这些众生都远离痛苦获得幸福这样子这个观想这是这个自他相还里面的这个一种修法了就是要用这些修法要用这些修法来面对幸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希望大家记住我想我们不可能就一般不太可能做很高的官然后就不可能这个我们不可能变成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首好的这个富豪这些都不可能但是呢我们自己平时生活虽然是艰难，但是自己感觉到很幸福然后同时也可以闻思修行这个我们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享受这个生活的机会是有这个时候这个幸福呢不在于钱的金钱的多少幸福就是不在于地位高低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这幸福的时候呢要知道这个是过去的这个福报我现在的这个幸福我要去还，再去还这个福福德，再去还，再去还这个闻思修行佛法，然后从这个佛法当中再产生这个幸福，那这个幸福最后就是分享给所有众生这个一定要想到，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已经有了，这个非常重要以后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痛苦的时候，就是首先要思想上做好准备思想上做好准备，
捻一个小小的痛苦，比如扎针啊，针灸的时候啊，中医针灸的时候捻一个小小的痛苦，扎针的痛苦根本就不算什么痛。那这个时候的啊，准备扎针，医生把这针啊准备扎下去的时候，就心里做好准备，我这次这个扎针的痛苦一定要啊，要这个用来这个修自他相换啊，这个扎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就不在于这个痛苦的大小啊，感觉到痛苦的时候啊，然后就是修自他相换啊，然后呢啊。我们享受到这个幸福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啊，就在思想上啊做好准备啊，我这次把这个幸福也要啊这个送给一切众生，修自他相换。嗯，这样子以后呢，那这个习惯了，习惯了以后，就是做梦的时候都会啊会做这样子的梦，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平时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平时我们要虽然修很多法，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修一个啊关键的法，这个核心的法啊。这种法呢，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时候，都要修这个法啊。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用这个法去对待，是非常成功的啊。这个很重要，像自他相还啊。啊，这个时候要修啊，我们刚刚讲的，那我们痛苦每个人都会有的啊，已经经历了很多痛苦，还会经历很多痛苦的，这是肯定的。但我们会不会有幸福啊？用这个佛法的方式去应该对待的心，这样子的幸福我们会不会有？刚刚讲的会有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用这种心态去啊对待。啊，这样子以后呢，我刚刚讲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在这个人生啊，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啊，这个起伏落差再大也好啊，这是生活上的，但是他的心态上面呢，一直都能够保持一个很平稳的然后就一直都可以前进啊，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那痛苦也不能阻碍我们的修心，幸福也不能阻碍我们的幸福啊，就是何况是其他外在的因素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心啊。这从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修心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啊，为什么不讲一个大圆满呢？啊，为什么不讲一个大幻化王呢？啊，如果这些都不讲的话，那为什么不讲一个中观呢？啊，这大家都会这样。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个初期阶段的人来说啊，中观也重要，大圆满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修法了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很多人啊，遇到一个小小的痛苦的时候啊，承受不了啊，然后呢遇到一些小小的这个时间的成就的时候呢，也承受不了啊，也承受不了啊，就是遇到一个痛苦小小的痛苦时候呢，很失望，很绝望啊，很绝望。不但是修行上没有前进，连生活正常的生活都过不下去，这样子啊。然后有一点这个世间的这个行啊福报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周边的谁都看不起啊，欺负，这样子啊，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佛教徒啊，应该这个啊，至少比这个一个世间的普通人的比较的话，这个我们的做人的这个啊素质上啊，应该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我们很多人都很难了。我们很多人啊，都跟世间根本不学佛的人啊一样啊，甚至是不如他们啊，也有这样子的时候啊。这个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佛教徒了啊，不是说所有佛教徒，我说很多人，也不能说大部分的人，我只是说很多人是这样子。
那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啊，从这些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啊，去做落实这个佛法的这些修行，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修行的这个基础啊，稳固了以后啊，一切都好办啊，这些都很重要的修法了啊。然后有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面对心腹的很多修法啊，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讲的就是这些了啊。我觉得我们也已经够用了啊，够用了，这些是用这种方法去对待是够用的。那尤其是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心腹就是。不在于钱的金钱的多少地位的高低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全世界的人都不能理解这句话啊，不能理解这句话。大家都认为啊，做高官啊是很幸福的啊，当有钱人的这种感觉是应该是非常幸福啊。但是呢，有钱人他知道，他们知道这个是不是幸福啊。没有钱的人呢，永远都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呢，他永远感觉不到这个，永远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幸福，其实不是啊，金钱啊，虽然是没有那么多的金钱啊，虽然没有那么这个富裕啊，生活比较贫穷，但是呢啊，有人有理想啊，品德高尚啊。尊重因果啊，相信三宝啊，这个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这个因果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生命轮回也是一种生命的规律啊，相信这些自然的规律啊，这样以后呢，人虽然不是很富裕，这个物质生活上不是很富裕，但是过得很有意思呀。过得很幸福呀，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觉得这个感觉很好感觉很好，很开心也没有伤害过什么也没有去破坏过什么就是一个这样子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平平淡淡的，但是呢自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有理想这个有高尚的这个品德，这样子不是人的真正的人的这个生活理论上人的生活是这样子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过的这种生活没有任何这个内在的东西精神上是非常的空虚浮躁然后去过度的去破坏环境然后就这个道德衰败不相信任何东西心里很空虚，金钱就是凌驾于一切东西上，也就是说金钱高于一切，也就是说只要我有金钱的这个利益，我什么都可以做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社会如果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就是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全人类有一天变成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人类就是没有希望了所以佛教徒至少这个佛教徒还是要这个按照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把佛说的所有东西都要落实的话，这就很难了。但是呢，有些我们能做得到的，还是要注意这方面了这些是很重要这是这一章是。用世俗地的方法去面对心腹的方法，这是第一这个里面我刚刚还讲的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非常幸福的了我们最后就会知道最后知道我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很幸福的生活了但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我们现在当下要知道现在是很幸福的这个轮回当中就只有这样子的幸福，这个幸福我刚刚讲的已经是很高的幸福，很大的幸福了
就是高端的幸福了啊。再没有幸福，我们不能认为啊，这个之后还会有幸福啊。这个之上啊，我现在这个不算什么幸福，这个上面还会有更幸福的。这样子以后呢，没有幸福了啊，没有幸福啊。这个佛经里啊，这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是很幸福。那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啊，知道了，我们要知道修行。要知道修行，现在这个是幸福了啊，应该是啊满足，然后这个幸福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过去的啊，过去的这个福报啊，所以我现在要珍惜，嘛，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啊，珍惜我自己的这个当下，珍惜我的这个机会，然后要去做啊更有意义的事情啊。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对得起啊自己啊，对得起一切众生啊，对得起佛菩萨，这样子，这是啊很重要。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些尤其很多都是比大圆满还重要了啊，因为我们啊很多人啊虽然是这个学佛了。啊，但是呢，文思方面啊，就是没有什么成就啊，修心上更没有成就，所以我们的素质啊，跟这个不学佛的人一样，一样的，我们佛教徒的这个团体当中有不团结呀，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这个不理解呀、抱怨呐、甚至是斗争啊，都有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素质问题啊？是素质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的素质这么差呢？啊，因为我们没有修心，所以我们这个这么差。为什么我们没有修心呢？啊，就是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生有多难得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多不容易了啊！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些呢？因为我们没有修这个人生难得。啊，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个人生有多难，所以不知道我们人生是多难得的啊，这个机会是多难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啊从基础啊开始，这个是最重要了啊，希望啊我们大家要这样子修，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也要从零开始修啊。这是非常，这个我体会得到，我自己知道啊。但是我劝你们也要从这样从这个基础开始啊，这样子是最踏实了啊。这个心灵的这个成长啊，是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过程，这个不是一下子就是要最高的地方去，最高的境界去修大圆满，就是要从零开始啊。这个这么多年啊。讲了这么多了，但是我们啊，修心上怎么样啊？我们每年都在啊，要求大家啊，就讲出自己的这个修心的成果。我们每年都大家写纸条啊，今年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些纸条啊，上面呢啊，看出来啊，我们的也有好的地方啊，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大家都在问事啊，都在往修行的方向走，非常好的啊前兆。不好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每年大概修行就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进步，看不出什么进步啊。包括是这个像无家心啊这些的数量上啊，都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比较这个啊。比较失望的这个一面啊，也有希望的一面啊，但是希望大家还是要真正的要修心呐、我们现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这个生活上啊，生活上应该满足了，应该满足了啊，一个人买三四间、五六套、七八套房子啊，然后就是买这个。两三辆这个名车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这都没有用了啊。
还是要应该满足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是多不容易了啊，不是我们因为有两三四套房子就多不容易，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因为我们有可以开多开几辆名车，所以我们多不容易，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过去就是有比超过这个啊财产都有，但是没有用。修行有这么好的修行的机会多不容易啊，要珍惜当下，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啊，要珍惜自己的这个机会，这个非常难得。我们要知道啊，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了啊。然后呢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幸福啊，不修行的话，那再往后走是下坡路了啊，再往后走是肯定是下坡路啊。这个时候知道也没有用啊，所以大家要懂得珍惜这个当下，这是非常重要啊。好，这是这个用世俗第一的这个方法来对待啊幸福啊，这是一个。第二是用圣义地啊，是用圣义地的方法来对待这个幸福啊。这个怎么样对待呢？这个我们还是修这个空心。嗯，空心的修法有两种啊，我们用这个中观的这种推理的方法去推理啊，比如说做高官的也好啊，当这个富豪的也好啊，他把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中观的这个理论去啊推理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梦幻泡影啊，这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都是像做梦一样啊。我就是昨天晚上做一场梦，然后在梦见我做高官啊，或者是梦里面我梦到我很有钱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一样的啊。我们比如说昨天晚上做梦，我现在知道这个是假的。当时不知道啊，那我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做官或者是这个做富豪，我现在不知道，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知道这个也是假的啊。所以这两个呢，只有时间的长短，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差别啊，就是这样子。把这个落实啊，如幻如梦，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个最好的这个方法啊，前几天我们讲了，什么是痛苦啊？什么是痛苦啊？最终啊，这个就是性的感受啊，不管它来自于什么，这个我们先不说，外界啊，有没有在外面啊？除了性以外啊，除了这个意识以外啊，在外界啊，外境上。有没有一个啊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这个物质，这个我们先不谈论啊。有这个物质也好，没有这个物质也好，痛苦就是性的感受。痛苦是性的感受啊。同样的，幸福也是性的感受啊。我们先不说啊，这个除了性以外，在外界啊，在外界有没有一个给我们制造幸福的这个物质啊，先不谈论这个问题，有也好啊，没有也罢啊，这个幸福啊，肯定是性的感受了，这就是一个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感受而已，因为它是内心的感受，所以它不在于金钱的多少啊，它不在于这个地位的高低啊。它不在于这个实力权力的大小啊，这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性的感受，也是它是性的感受。这种性的感受有些时候呢啊跟这些东西有关系，但是有些时候完全没有关系了，这个我们佛经里面早就说了啊。现在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啊，这个研究了半个世纪以后，也有很多的数据出来了，这些数据都在说明这个问题了。那在说明这个问题，这些数据都为这个佛啊证明这个啊
啊，这些数据都是为了佛教说啊说话，嗯，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痛苦和快乐是心的感受啊，有些时候它根本跟外界没有关，可以没有关系的，嗯，啊，那就是我们要罗氏啊，这个一切都是心的感受，啊啊，如果没有心的感受啊，痛苦快乐就谈不上了啊。比如说我们下雪的时候啊，在雪地里啊做雪人，然后就是用雪来做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嗯啊，就像哈尔滨的这个冰雪大世界一样啊，全部都是用冰做出来啊。但是呢，这个夏天一到的时候啊，或者是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雪啊化啊融化了啊，融化了以后呢，人的形象、建筑物的形象都一下子啊不存在，一下不存在了。同样的啊，幸福啊、痛苦啊，一切都是新的现象，嗯，新的现象啊，当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这个新的现象啊是非常的实在，嗯，非常实在啊，它一点也这个啊，它一点也不假啊，非常的真实，嗯。但是呢，我们真正证悟了这个新的本性啊，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讲的一样啊，觉得自己很幸福的时候啊，然后就是静下来啊，静下来啊，就观察一下啊，什么是幸福？嗯，幸福不可能是一个物质啊，幸福肯定是一个心啊，精神上的啊东西。嗯，精神上的什么东西？精神上的感受。嗯，除了感受以外，没有幸福，没有痛苦啊。那感受是什么呢？除了精神以外，没有感受啊。除了精神以外，没有感受；除了感受以外，也没有精神。嗯，那如果精神啊，或者是心啊，或者是意识，嗯，啊，不存在的话，那怎么成立这个啊痛苦呢？怎么成立心这个观的这个心腹呢？啊，都不存在，都一下子，嗯，啊，一下子都消失了啊，都消失。嗯，就像啊，有些时候啊，这个。乌云漫天的时候啊，一瞬间啊，这些乌云，所有的这些乌云就在这个啊，就在这个空中消失。嗯，他们没有往东边去，也没有往西边，就在这个空中消失啊，消失，连一个痕迹都没有留下啊，消失。嗯，啊，消失了以后是什么？消失以后就是虚空啊，云。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动物的形状，有建筑物的形状，山河大地的形状，但是云一下子可以啊，可以什么也不存在，嗯，就这样子啊，这个痛苦、幸福啊，都是一种新的现象啊，新的本性啊，它是像虚空一样啊，我们这个时候静下来啊，先是修一下这个上师瑜伽啊。我们以后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就至少我们这一代的人所有的都修啊，上师瑜伽里面的上师是谁？上师就是法王如意宝啊，我们修上法王如意宝，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当中，不需要修，嗯，不需要就专门的去观想，就观想法王如意宝和莲花生大师啊，无二无别啊，形象啊，或者是这个外这个相貌就观想莲花生大师啊，本体是这个法王如意宝，修上师瑜伽，修完了以后呢，上师融入自己的心啊，这些就这个上师瑜伽里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不需要再讲，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光，最后融入自己的心啊，然后静下来啊，在这个静下来这个时候呢，看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嗯。这个时候一下子啊，就明白心的本心从无始以来就这么清净，嗯，就这么清净啊，从来没有诞生过任何念头啊，从来也没有消失过任何念头，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任何念头啊，
他原本就是这样子啊，清净的啊，宁静的，安静的，光明的啊，空心啊，就是这样。这个时候啊，感觉到一切都是这个啊空心啊，那痛苦啊，幸福呀、啊，也都是空心。嗯，这是用圣意第一来这个对待啊，然后。这个从生意地的这个状态当中啊起作了以后呢啊，最后我们观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要知道一切都是如幻啊如梦啊这样子啊，这些是非常重要啊。然后这个修法呢也要啊，最好这些修法都要到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修。嗯，我们的所有的修法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啊，自己啊从这个人群当中隔离起来啊，按照就找一个寻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修。嗯，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修，那、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在安静的地方修跟啊这个很杂乱的地方去修，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就找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修，啊，这是这是这个圣依地的这个修法啊，这样子修的话啊，这个佛经里面也说了，如果这样子痛苦、幸福都用这种心态去能够对待的话啊，那这个人最后啊，先是要在安静的地方就静处去修啊，最后这个人啊，住在城市里也好。住在这个安静的地方都一样的，嗯，然后这个人神啊，住在这个很烦躁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城市里，但是这个人的心啊，就是在近处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人的身体啊，就是啊，就住在这个不清净的世界啊，不清净的魔法时代，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世界。但是这个人的心啊，就像啊住在这个净土一样的啊，内心是非常的这个平静啊。身体虽然是处于这个啊这个啊不清净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人的身体啊人的这个精神啊内心啊一直都能够啊，无论是遇到痛苦啊，无论是遇到幸福啊，都是很这个平静的。所以人在这个啊这个不清净的世界，但是心啊就是在这个清净的世界一样的啊，这个非常重要了。那现在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最后讲过了这个怎么样对待幸福啊，然后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个痛苦啊，这具体的方法都讲了，这些都是一个具体的方法啊，具体的修法啊并不是一个理论啊，当然这个里面也有理论，也有它的原理也讲了，但是呢主要是这个具体的修法啊，具体的修法以后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条件啊到啊很安静的地方去修，但是呢就到佛堂里面去修，相对还是安静的。嗯，佛堂里面啊，把门关上来啊，就是闭关一两个小时啊，修这样子的法，每天这样子修啊，这样子也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上面呢，以上啊，我们讲完了这个如何面对痛苦，如何面对幸福的这种方法啊。然后下面啊，它的这个结尾啊，那这个里面就讲。我们的心调伏就是像驯服动物一样啊，驯大象啊，驯驴啊那样子。那我们去调伏这个我们的内心。嗯，调伏怎么样？这个调伏呢啊，当他很绝望的时候啊，很失落的时候这个很失望的时候呢啊，然后我们就。修这个前面的这个第一个修法，如何面对痛苦啊，把这个痛苦
转化为力量啊，给他勇气啊，鼓励自己的这个内心，让他啊重新啊站起来啊，走上这个解脱道啊，这样子。嗯，然后呢，他有一点这个成就啊，当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呢啊，然后就去修这个无常啊、痛苦啊、有漏啊之类的法，然后就控制他啊，控制啊，把他克制住，不要让他这个过度的傲慢啊，这样子以后呢，他都不走这两个极端啊，绝望是一个极端啊，绝望是一个极端，然后过度的这种傲慢啊、懒惰也是啊、也是一个极端啊，不让他走这两个极端啊，然后让他走一个这个正常的这个道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调伏性的方法啊，唯一释迦牟尼佛才知道，唯一佛陀才这个啊知道怎么样去调伏这个心啊，这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啊，不要说科学家、哲学家啊等等这些专家学者啊，连外道的非常有神通啊，就是非常有实践的这个成就、有神通的这些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神仙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啊调伏自己的心，他们都没有这种方法，唯一的佛才有。这个佛经里就有一个故事啊，你们可能也许看过这个故事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国王，有一个国王啊，那当时的这个印度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小国家的这个国王有很多都是佛的弟子，非常虔诚的，但是有些国王呢啊，也不了解这个佛啊，他们也没有信仰，也有这样子的，那不太了解这个佛的一个国王啊，他有一个熏香师啊，就是熏拂大响的一个这个师傅啊。然后呢，国王有一次这个获得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啊非常珍贵的一个大香啊，然后他把这个大香交给这个熏香师啊，让他熏香啊啊，然后呢，熏香师就通过这种熏香的这种方法啊，把这个大香啊，这个熏拂啊，已经是非常非常这个熏顺，然后最后呢，他就叫这个国王啊，他说把这个大香啊熏拂好了啊，然后国王他说他来试一试啊，然后就熏香师和这个国王两个就骑在这个大香的背后啊。然后他们湿了啊，那个时候呢，他们在这个坐在这个大象的背后走的时候啊，然后大象就是突然间啊，这个大象就是疯狂的就这个不听这个熏香师的口令啊，然后就跑，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个时候就这个大香啊，他就闻到了一个这个木香的这个味道啊，那个木香那个时候是一个发青期，佛经里面讲这个木香啊，木香发青期的时候有一种气味，佛经里面也讲了，这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在讲这个，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大香闻到了这个气味的时候呢，大香就不听啊，这个熏香师的这个口令，翻了一山又一山，就疯狂的这个跑啊。这个时候，国王就给这个熏香师说：“啊，你原来是欺骗我啊，我要把你的头砍下来不可。”然后就熏香师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就他们两个就这个大象就跑到一个森林里去了啊。这个时候呢，熏香师实在是没有办法，叫国王要抓住树干
啊，然后他们两个就国王跟这个驯象师抓住一个树的绳，一个树的树干啊，然后大象就跑了。嗯，那这个时候驯象师就啊，这个国王就说啊，你根本就没有这个驯服这大象啊，原来是欺骗我啊，我要就把你杀掉了，要偷看下来。那他说这个驯象师，我的确是驯服了。那驯服的非常驯顺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啊，你就等两三天，大象它自己会回来的啊，这个时候就给你看，嗯，然后最后呢，就这个国王说啊，那就给你几天的时间啊，等这个大象回来的时候看啊，如果不是你说的那样子的话，那一定要这个啊，砍掉你的头啊。这样以后呢，过了两三天以后，这个大象的确是回来了，大象自己就回来了。两三天以后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驯象师他就证明啊，这个大象已经是这个很驯顺啊，然后他就把一个这个铁球啊往火里面烧，烧得红红的，就是像变成一个火球一样。啊，然后让国王来看，嗯，然后就这个驯象师啊，下一个口令啊，让大象用鼻子去抓这个啊，抓这个烧红的这个铁球，啊，让国王看啊，这个驯象师一下口令的时候呢，大象毫无犹豫的去准备去啊，用鼻子去抓这个烧红的这个铁球。嗯，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驯象师啊，给这个国王说，啊，国王你看啊，他一定会去抓这个铁球的啊，但是呢，他抓了，他一定会当场啊，当下他就会死掉的啊。然后国王自己看啊，如果需要大象，那就不让他抓啊；如果一定要看的话，那就他一定会死掉的。嗯。这个时候呢，国王看到了这个大象真的这个毫无犹豫的去这个抓这个铁球啊，这个时候呢，国王也就这个相信了。相信了以后呢，国王国王觉得这个很奇怪啊，他就问这个驯象师啊，那他这样子啊，为什么前几天你在这个下口令，他根本就不听，这么疯狂的这个啊？跑啊，根本就不听话啊！那今天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他国王他根本就不理解，这为什么呢？然后驯象师就说啊，我只能驯大象的身体啊，大象的身体，但是大象的心我没有办法驯啊，我没有办法驯服大象的心啊。大象啊，他有贪心啊。所以他就是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他不听我的口令啊，这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驯他的心啊。但他为什么今天是这样子呢？因为我驯服了他的身体，嗯，所以他就是现在这么听话啊。这个时候呢，国王啊觉得这个很这个啊，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然后国王说：“那这个天下。”有没有一个人啊？到底有没有一个人能够驯心的呢？嗯，然后驯象师说有啊。国王说谁呢？驯象师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时候，这个国王觉得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非常伟大的啊，然后就去皈依释迦牟尼佛了啊。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就说明什么呢？我们普通的人啊。像法律啊，可以体罚啊，可以控制人的一些这个语言啊的这个语言和一些这个行为，嗯，但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挑拨人的心啊。同样的，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个这个强制性的东西，只能挑拨这个身体啊，不能挑拨心啊。那挑拨心、驯服心的唯一的这个导师啊，是谁啊？就是佛陀啊，就是佛陀啊。
那我们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啊，这个调伏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啊，任何实践的这些方法都是失效的，没有用啊。就像刚才这个，这个寻香式的这个口令啊，在这个时候失效了啊，失控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调伏不了啊，这个众生的心啊，要调伏心，那就是要佛的方法去调伏，才能够调伏啊。那这是今天我们这里讲的呢，也是一种我们调伏自信的一种方法。怎么样调伏呢？啊，如果这种绝望啊、极端啊、失望这个路啊。如果走到尽头，这如果这个发展到这个极端的话，那是什么呢？啊，就像很多人一样啊，就去会自杀。中国现在每年啊有20万人啊，就是以自杀的方式啊，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是《光明日报》当中啊，2003年的时候就报道了。20万呢，啊，这是一个极端，会走这样子的极端。这个时候，我们要调伏自己的心啊，不要让它指挥啊我们的肉体走向这样子的极端啊，心不要让它指挥这样，不要让它做这件事，调伏它啊，给它勇气，把痛苦转化为力量，然后呢，再给它一个希望啊，然后重新啊，这个。走上这个解脱道，这是调伏啊啊。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凡夫人啊，凡夫俗子，什么样子呢？啊，就遇到一点点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承受不了了啊，承受不了了，活不下去了啊，就是这种啊，然后就有一点点的实践的这个成就啊。哪怕是金钱上、地位上、实力上，有一点点的这个，这个成就的时候呢，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立即就是产生傲慢心，所有人都瞧不起，这个时候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啊，这种欲望啊，再膨胀的时候呢，就是像一些历史上的啊，就是一些战争啊，这个。等等啊，很多很多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不愉快的这些啊事情，就是这个啊心它造出来的啊，心傲慢，无限的这个欲望无限的膨胀啊，然后就是去做这些事情，发动战争啊等等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西方的。啊，这个黑奴的买卖，时间达到400年啊，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就是把黑人就是当成一个什么样子啊，就是连动物都不如啊，就是有人类历史上有这样子的这个啊不愉快战争啊，这些都不说了，把人当成动物啊来做买卖交易，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人的这种欲望不控制的时候。就会找这样子的问题，这是一个极端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人的这个心，我们自己的心调伏啊，控制，不要让他干这样子的坏事，不要让他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调伏起来啊。然后呢，两个极端都不走啊，然后让他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无论你遇到痛苦的时候啊，遇到幸福的时候。遇到痛苦，遇到幸福，这个是人生当中是难免的啊，这个不可能没有，这个很正常的，有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时候也好啊，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这种心态啊，然后就是走向解脱，积极向上啊，这是我们需要的这个调伏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啊。这个调伏的方法呢，佛。啊，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当中才有这个方法啊，其他的这些，这个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啊
发现不了这些这个方法啊。这是这个佛才知道啊，佛才知道这个方法，所以我们以后的这个修心还是要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心态的调整也好啊，修心长就更不用说了，还是要用佛法去面对一切啊，这个是当下啊，大家都有理啊，未来是非常的吉祥啊啊，这是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是如何面对啊这个幸福和这个痛苦的结尾啊，是这个了。然后这次我们讲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总的题目是佛法与生活啊，讲的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佛法的这个运用的这种方法啊。很多人说，尤其是现代人啊，都在说啊，佛法要融合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这句话说的没有错，就是要融到现实生活当中。但是呢，首先啊，我们要有一个正法，那、要有修心，要有政治正见，然后再去融入生活啊，再去融入生活啊。那我们根本没有政治正见啊，根本没有修心的话，那我们什么东西融入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啊，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融入的又是什么？没有佛法的话，就是没有办法。那、所以本身啊，这个我们佛教里面的啊，大坐的时候闭关的这个方式啊，大坐时候的这些如坐的这些修法啊，都是佛法啊。然后初坐之后的这些修法，都是融入生活，都是融入生活。它本来就是这样子，不需要现在才啊才提倡才倡导这个融入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融入生活之前啊、必须要有佛法的政治正见和修行，根本没有政治正见、修行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融入生活当中呢？所以呀，这个入座的修法都是佛法啊。那入座时候我们啊所体会到的这个政治正见啊，然后拿去出座以后啊，出座以后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融入，这个叫做佛法融入啊现实生活啊，这样子才是有意义啊，这样子才是有意义，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修法是很有意义的啊，尤其是我们啊现代的人啊，虽然物质生活啊，物质生活比过去的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啊丰富，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人，也就是比以往的任何一代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啊，忙碌，生活压力大啊，竞争激烈。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啊，没有这么忙碌过啊，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过，生活压力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高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修法，需要这个修心啊，有政治正见，然后再融入这个生活当中啊，这样子就可以自利啊，利他啊。这是这次的这个修法了，那这次的这个课了，这次的这个课呢，今天就讲完了啊。今天这一上呢，我们这个如何面对啊痛苦和如何面对幸福的这个课就讲完了，课是讲完了啊，但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尽量的去把这些啊修法政治正见啊，尽量的去运用落实啊。我们听很多的法啊，听五部大论啊，听密宗啊，都听，但是呢，一个都不落实啊，都不去修行的话，这样子的话，这个意义不是很大了啊。我们这一次是唯一的机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这是唯一的这个机会啊，这一次的这个机会错过了啊，
或者是在这一世当中没有修到什么的话，那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个就是非常难说啊，很难，有可能是几百万年以后，有可能是几千万年以后啊，有可能是几亿年以后啊，这就说不清楚了。所以啊，要珍惜这些修法啊，这个珍惜这个机会，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我重复了好几遍了啊，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心腹的时候啊，是心腹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战争啊，也没有饥荒啊，这个应该说是从实践的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啊和平的时代，大家都是比较幸福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懂得修心啊，这个时候要懂得修心啊，在这个时候不修行的话，以后的事情呢，任何人都说不清楚的啊。我们大家都觉得啊，都在说啊，我们的明天啊更光明，但是是不是光明啊，这就是很难了啊，非常难，这谁都说不清楚了啊。自然的灾害啊，饥饿、战争啊，什么样都有这个可能，所以当下是很重要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啊，好好这个修心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了。Sonum de tam jo zu ba ne do ne ni pe de ne ba ji ge ga na ji ba mo de ba zhe ben zo le do a do ro jo om a hom ban zhe ge ru pa ma se de om a hom ban zhe ge ru pa ma se deOm Aum Bajrangar Bama Sadhu